让我们来欢迎节目主持人白冰冰、杨芳、蔡依晨。精彩，是哦，所以一定会拖真长，所以咱头前就简单就好，赶紧来个介绍一下，是，我来介绍，哎呦，黑面大哥跳过，哦，无啦，伊若来一定有真趣味的桥段啦，哎，给咱到增加一些光彩，谢谢冰冰姐，谢谢黑面大哥。反诈骗代言人呢？卖用骗你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假投资骗上钱啦！啊，你敢一定都爱徛伊的边啊？你徛伊边，规个行情歹去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。我拄啊问你的杨凡，是，你感觉伊甲林俊杰多一个较缘投？哎呦，好气哦！气啊，拄啊是你后台讲，你怎么突然？我拍摄搞笑话，不要讲那个。啊，你袂使讲啦，反正艺术嘛是甲你真恶露的。对啦，开始笑，开始笑。林俊杰也是移动感快，对比后面的较严重。哎，后边有背后人哦，谢谢。哎，我这个叫做王俊清，大家好，俊清，林姐好，凡哥好。他是怕贵十八档，哇，五等奖选秀出来，就搞唱歌，又会创作，对，因兜个咧卖面，没有，切个面啊，继承家业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家己有咧做哟？有啊，我今日等下把传来，再不甲拉落。哎呦，拉落，哦，分了大家分享，很少有在吃的对吧？每只人无共，一波拉落，一边唱歌。我你大概叫做切个面。还是拉面呢？蛤蟆面，小生名叫王俊清，阮家蛤蟆面得经营，上好是干那唱歌，卖个人小精。上爱就是来到我爱白冰冰，押韵。欢迎，谢谢。哎呦，大白来，冰冰姐。我最爱看你地头脏呢，安尼哦，你卖老长头脏。袂，你放心，我应该后半世人袂阁老长头脏。无看，安尼拢老去，安尼吼。啊，你拢有搁咧唱水味无啊？无呢，就无咧唱。对啊，就唱水味无咧唱啊。啊，静静的生理，今妈妈先暂时先。啊，是安怎奈不爱唱啊？啊，不爱唱。嘿，我今妈在咧学你，我去唱水味了呢。你来稳点。排一套氧气筒。去菲律宾深潜。排到乌国国乌索索，你不哦，你有咧唱。来稳点。儿童池嘛是。侵害啦，侵害要有金沙，你知无？我跟你讲吼，冰冰姐这个体格上适合唱水。为什么啊？我跟你讲嘿。迄个演技啊，吼，甲拍落去吼，你偌深你拢会使唱落去。是安尼嘛，我惊甲要死讲，我得要70啊，敢袂使？迄人拢甲讲 OK， 我唱落去啊。你拢落去啊？哎呀，难在你学娘，你都不爱学啊。不要紧啊，因为你要挑战啊，勇于挑战。对，我就敢的呢吼。哦，而且你要去潜，我就不敢潜了。哎，这个阿娜，冰姐，我嘛就顾我自己。你真的会吗？你真的会吗？没有了。好。你讲的唱水比是斗电的水，没有就游泳啊，宜兰一哥，宜兰一哥，加油，谢。啊，你安尼小琉球一哥，请假一摆咯，我都爱来共解说，你请假时阵我来解说呢。卖安尼啦，观众朋友，久久红休困一下，我嘛是足忝的，我刚发炎啦。声音声音啦，卖来这头，走去趁钱啦，走去趁钱啦。啊，咱拢小宅哦，那外面有通赚哦，较紧赚大条的。啊，咱才有闲就转来安尼哈。还有一对哦，幸福代表。这边。哎哦，出新歌哦，出新歌。今天你等下就是要唱这首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哦，就是要幸福。叶冠陈先生，廖凤英女士。电器业部没有看到这个封面，我以为是陈梦行阿静跟阿静。我想我到底呢？哎，真的呢，还是你要娶某啊？因来做媒人，做媒人，嘿，赶紧做媒人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，来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哎，阿文姐嘞，吼，英文的美魔女，美魔女，凡哥好，一进到群沙，自己进到沙板的自己啊呢，哦，然后在我们演艺方面吼，老实讲，以我们。
这个年龄越长，要在演艺圈其实是不容易的，真的，所以要屹立不摇是不容易的。我都跟冰冰姐学习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都屹立不摇，另外一位美魔女就是中波来，桃李满天下。大家好，慧姐老师，学生教真济安尼吼，对，无真真济，啊，愈来愈少年哦。谢谢冰冰姐。来，一拜少年一拜安尼吼。就是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在镜头里自己检视，大概愈来愈是是是吼。啊，恁两个哦，哇！恁两个即马，哎，恁若一摆还无合唱，我都叫我要插死，你知无？我以前我要跟你讲，叫做我要插死安尼，都不是歹互伊唱，我拢互伊家己拣安尼。啊，有时候有的歌会使唱，有的歌袂使唱，有法律的问题，恁大家爱去斗解决，对无？哎，啊，迄个歌袂使唱，啊，歌做做歹哄唱，是要囥在因兜仓库哟，对无？哎，真的欢迎你们。哦，哎，两个愈来愈水呢，拢穿港式的吼。因为他们七月有喜事要宣布。哦，演唱会刚好，对，这一次是在台北，台中，台中，最终场，哎，这个就是几月几号？七月八号、九号，我们这次也会邀请新田到我们的特别嘉宾，机票及细节啦，啊，欢迎，谢谢，我阿弟两个几头是吧？你两个，我两个，三个，哦，朋友拢在问我讲，你这撮是啥呢啦？这撮，以后看起来较清楚的啊。恰你啦，他讲阿婆也是要个杂杂货，我这杂嘛杂袂落，阿婆安尼欢喜就好啦啊。好，好好唱歌看有影啊。哎呦，啊你今天抹口红呢？对，大家口红。我跟他讲哦，我讲也没有脸，没有血色，没有血色，没有血色，补一点颜色。啊，补点颜色之后，哎，用卫生纸再抿掉，抿掉一些。而且明亮，你这个口红是同一个化妆师吗？你跟那个东燕两个是一样的。东燕嘛，确实是。我听说你熬标工，你安尼刚没修红。我们全部其实都同一个化妆师，我们十几个都同一个。欧明，欧明的揪起来了。是为我同一个吗？嘴唇发白，我没有抹。你今天没有戴眼镜了？我想说，为什么？对，我想试试看。有戴隐形眼镜哦。对，既然没有戴眼镜，眼线感微微。哦。真正免客气，只要不要太 over 就好了。对。为了爱，哎，基本上拢做医美，查甫拢无惊人知啊呢。嗯。又爱水是应该。正常保养。啊，查甫化妆嘛是应该，较水较重要啊。是不是你把眼镜拿下来以后，你还是回去检验一下啊？就像老师说的，回去检验自己。如果觉得好看的话，你可以告诉孔锵老师，因为孔锵老师可能下次也会拿下来。孔锵无挂了，无法度啊，无看爱玻璃啊呢。哎，我嘛就感谢哈，因为有孔锵老师来了。让我们录影时间也变快了，然后他的音乐受到大家的肯定，是啊，然后他的归团弄干了，随着我们的音乐，随着我们的情境，跟我们一起共舞。所以不是只有感谢孔锵，还要感谢他领导的所有的乐团。谢谢，谢谢孔锵大乐队，谢谢，还有两位福音老师哦。好的，啊，今麦开始介绍你今天主题哦，主题赶快哦，叫做《原民之夜》。原民之夜，哎，但这里都没有原住民啊，这里没有啊，原住民在哪里？阿力啊，绿岛的绿岛不是啦，不是，我是绿岛的，绿岛的，绿岛没有原住民，也没有山地人，我是环纳，不能讲环纳，现在不能讲了，不能。一公一家己来，一公一家己。绿岛平埔族啦，哎，哦，绿岛有平埔族，我没有穿丁字裤哦，穿丁字裤游泳会比较快，没有阻力。那我们就来进原民之夜，就是表示我们待会儿会有 surprise， 会有好棒的原民朋友，今天的大咖来跟大家见面。